安装车顶置物架，首先先确认横杆之间的距离为15的倍数，目前这支使用横杆为60公分或者是75的倍数，75也可以。那横杆另外一个限制条件是横杆的宽度要小于8公分以内的距离，那目前这支横杆的宽度是6公分，所以可以适用我们的夹具。